记得我来啊，又过一年过去啊，这几年发生真多代志，我等一下才偷偷跟你讲。秀莲姨妈来啊！等下我要把这排骨的物件送去公司给瑞美吃，求一个平安啊！好啦，我顺便给她关心一下啦。最近吼，伊安尼关心关心的，唔知想啥，我是惊伊拄着困难唔敢讲啊。那是你讲啥？有人吗？应该是看到咱才避起来，总算是拄到伊啊。迄个来出去花的主人，你是讲当年？因为出现伫门前的白色雏菊。嗯，每一年咱拢得要，花是啥物人送的？今年咱提早来，煞无看到花，连都感觉怪怪。看起来有人把花送来，咱去拍一个就好。关秀君，原来每一年的小白雏菊是你送的。自我生活安定下来了后，我心肝内一定真挂念，我欠志龙一句道歉，所以我就找人探听志龙的衣冠总伫咧遮。是嘞，无经过你的允准，就偷偷走来看伊。大兄，你敢有接受你的道歉？我一定唔捌放过伊。一定搁得跟我结气，所以我逐日拢来求伊，我拜托伊，我望着伊，跟我讲，伊原谅我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的心肝内一定有一个位置是好质量的。毕竟我这世人，就敢那伊，花迄朵这么单纯的感情，我知影我真对不起伊。今嘛，嘛已经无法度弥补，我干呢用家己的方式来怀念伊，让我家己心内较好过。当年阿兄对你的无私尊敬，我来是你的反背绝情。明仔过我来，上届无爱希望看到的人，应该就是你啊。讲什么道歉啊？小办来啦，秀莲，来啦。你咧治疗完一完两完静静，我赶快打电话回来。真在啦，惠弟，你想要创啥都创啥，敢不是？遐哪有可能入去夜房？上人上到遐深，我唔望会当得着原谅，实在是真人够够。大兄受着冤屈，不管过外久，
只要想起来，就会感觉足不甘、足悲伤的。永远无法度弥补的心痛，够遗憾的。哪有可能放下？我嘛欠阿兄一句死的，我嘛就想要甲伊讲。大兄伊上大声的，伊一定早就已经看到你啊！你在看啥？应该是我想要思念阿兄。今天感觉在我身边，搁在我胸口边喊一声阿爹。小月都离开的时阵，我嘛有这种感觉。我一直相信秀英真正回来看过我，所以杜家一定是阿兄回来看我，对不？阿兄回来家里说弟兄找，咱早晚有一天一定用我一个所在看到你。到时，咱就敢会当搁再见面啊！到时阵，咱就要好好甲伊讲，咱就思念伊。这是你的？是啊。今晚咱就要解释啊。好啊。路拍到这么好，应该有常来在算哦。这是我头一面算啊，不过不知道是怎么样，我算到真顺，可能有点点天分。阿静，你等下再教我。好啊，我试看看。
椒干。金椒干，去看吗？金椒干，来买金椒干。金椒干，好吃金椒干，要去看吗？金椒干，我买五条好啊，买五条，买五条，买五条送一条，五条送一条，多少呢？啊，那五十块。多谢你，这钱啊收好。金椒干，金椒干，谢谢你哦。安娜，会跳未？未。饮水。我不是跟你把这句话淡掉，有干的啊，那趟古桥都不爱滴啊，叫你够不？够未听呢？别生气，我打甘露给你看。治疗，请问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我认不着人啊。我那个朋友跟你同款，正要升干了。你干嘛做坏事？不用了啦，那个朋友离开了后，我就不算过了。您继续算，别跟您聊聊啊。